群里的朋友大家好，这是我们的爱扣啊，这个大煎锅啊，今天是上场什么呢？首先怎么让这个不锈钢啊成为不粘锅，热热过后这个水珠慢跑啊，那就是可以把这个可以开始煎牛排了。放了第一块，再放第二块，已经关成小火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盖上盖子，那个油开始滴出来了，看到吗？免油。那就是翻过来的，刚刚翻过来的那个效果，调料把均匀，很均匀。放上我们最爱的这个蘑菇。完全没有洗锅，免洗锅。